层泡饭的做法，西芹适量，味增适量，米饭适量，芝士适量，虾酱适量。一、西芹，二、开始处理，三、削皮，四、切块。五、洗净的西芹、米饭、味层。六、加水，放微波炉里，715分钟后，放一勺虾酱，两片芝士，810分钟后，将饭捞出，即可食用。酒搭配腐乳一起吃，还有汤。